先生们，袁总送你的 MH 1日游纪念。 哎，等一下，我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向袁总表达一下感谢吗？谢谢，袁帅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 袁帅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袁帅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输给你的。老大，你都听见了哈，人家说了，绝对不会输给你的。多是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，最后一轮面试人家发挥的不错，多好一女孩子呀，你怎么忍心把她淘汰了呢？ 把你的怜悯之心用到别的女人身上，别惦记她。哟，听这话，你们俩认识？一个连眼泪都流不起的人，怎么可能适合投行这个斗兽场？我赶他走是为了他好。苏畅，你去帮我找一份适合他的咨询类的工作。如果有公司愿意按照 MH 的待遇把他招进去。 我愿意给他们做一年的免费投资顾问，一年的免费投资顾问，你确定？去找吧。